这个农历新年前夕啊，还真不容易。不止人不容易，今年属本命年的老虎更不容易。老虎连草都没得吃啊，怎么活呀？更何况老虎一身都是宝，搞不好在别的动物来到成为他们的食物之前，就已经有人类把他们当成食物吃掉了。不要忘记哦，马来虎在黑市的价格需求都相当高的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规矩，江湖规矩你懂得多少？很快的，我们就要迎接农历新年了。除了华人在忙着办年货、回乡过年之外呢，其实大大们也没有很闲着哦。比如说，木头主席阿莫扎西挪用亚亚三阿高布迪安的47项贪污失信洗黑钱罪名，全部都表罪成立。接下来他就必须出庭自辩了。判决出炉那天呢，面对媒体的扎西什么话也没有多说，大概从那个开始，他就准备把话留到自辩的时候再说吧。不过呢，比起自己吃的官司，阿莫扎西似乎更关注柔佛周旋，因为几天后呢，他就出现在新山和当地的巫统领袖见面备战，似乎完全不受输了官司的影响哦。而在马六甲选举大获全胜的巫统 AKA 国政呢，百无不屑跟其他人合作，姿态放得很高啊。也难怪一党主席哈迪阿旺说呢，他们更加喜欢和诚实的国盟合作。可是老大这么认为，小的未必认可的哦。比如网络媒体当今大马的报道就说呢，柔佛一党试图和柔佛巫统主席哈斯尼呢来谈判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哦，让两党在柔佛周旋合作。可是哈斯尼直接打脸说，国政有信心在柔佛周旋拿下2/3的议席，所以他们应该不需要跟其他政党谈合作啦。柔佛巫统书记主席诺加兹兰呢，还趁机嘲讽一党说，想要用走后门的方式哦来当政府哦，因为一党知道自己在柔佛的支持率很低嘛，所以才来跟巫统谈判的，让巫统协助他们竞选。可是为什么巫统要帮助那些弱者嘞？诺加兹兰还放话说啊，巫统跟一党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再看看在野党这里哦，也不见得有多和谐咯。西蒙三党之中的公正党决定了要用自己的蓝眼旗帜来上阵，而行动党和诚信党呢，则选择以西蒙的旗帜上阵。公正党组织秘书聂纳兹米说啊，西蒙的旗帜有太多包袱了。公正党的蓝眼标志更加让人熟悉，这个很重要的吗？行销专家都会告诉你呢，商标知名度是很重要的啊。意思是不是说西蒙商标的知名度不够高，或者是不好，所以被蓝眼嫌弃了呢？至于最近曝光率还蛮高的明星党呢，就表明除了穆大以外，他们在柔佛周旋或是其他的选举都没有考虑和其他政党合作。其实呢，会不会参与这次的周旋呢？明星党的主席沙菲伊都还没拿定主意呢。看见对手们这样的操作，巫统 AKA 国珍应该会很放心的去赢吧。那都是大大们烦恼的事，普通百姓更在乎的应该是和民生有关的课题，例如说物价上涨啦，政府会不会重申那个 GST 啦，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又有回升的迹象啦，等等等。除了一般民众之外呢，其实还有更小众还有弱势的群体，他们在我们欢庆农历新年前也在努力的为生活为自己谋求福利，但是却不小心变成了纳吉的小粉丝。几天前呢，有网民指控说来自雪州沙亚南太子园的居民呢，被骗去参加在世贸中心举行了一场据说是给水灾灾黎分发援助的活动，当灾黎去到现场的时候呢，却被要求高举写着停止迫害纳吉的大字报了拍照。你看有人举那个大字报的高度哦，还拿捏得非常准，刚刚好遮住了半张，甚至是整张脸的。后来呢，主办方就解释说是水灾援助活动跟这个声援纳吉的聚会哦撞在一起，才摆出了这样的乌龙啦。为什么一定要沙亚南的在里大老远跑去世贸中心去接受救援嘞？这个农历新年前夕啊，还真不容易。不止人不容易，今年属本命年的老虎更不容易。因为吉兰丹化旺生原住民比海村呢，最近出现老虎群，还有原住民被咬死。有人认为说，因为当地过度伐木引起咯，要求政府下达伐木禁令。那个吉兰丹森林局长阿杜卡林哦，竟然就说砍伐树木其实有利于老虎繁衍的，因为那个伐木区砍了那个树木之后，土地就会长出新的植物咯，然后就
会吸引其他的动物来咯，于是哦就可以帮助老虎去繁殖咯。可是伐木活动那么猖獗，土地都还没来得及长出新的植物，就已经变成鸟不生蛋的地方了，老虎连草都没得吃啊，怎么活呀？更何况老虎一身都是宝，搞不好在别的动物来到成为他们的食物之前，就已经有人类把他们当成食物吃掉了。不要忘记哦，马来虎在黑市的价格需求是相当高的哟。如果老虎有权发言的话，他们应该也会对阿杜卡林这番话表示抗议的咯。老虎不发威，你真的把它当成是冰猫？果然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咯，就算是森林之王也没能幸免于难咯。看来也是女侠暂时退隐江湖的时候了。是的，这期节目将会是热点女侠的最后一期，感谢过去两年多来各路英雄好汉的相挺，接下来你们可以继续关注我的面子书 Dragon 龙文敏，或者是 IG 文敏1017，希望大家能够在虎年大吉，我们后会有期。